这人如果现在有大出息了的话，就很厉害啊。查着吗？1982年，比我还大4岁呢。82年写的吧？对啊，《水调歌头》苏轼不写的吗？这我都会背。还没搞新的嘞。这贵呗。啊，这2辆都贵。这上面不写3000的吗？过去公司标的价钱呗。俩鲤鱼。小巧。这咱也不懂这个呀，这是强人所难呢。还有，这要是油画吗，大姐？这运动会这挺好哎。这个好，啊，我还眼睛看呢。同学的，就是那个文革时期的那个画吧，就像那个画是吧？不是。像那个。应该都是一个时候的。小孩儿。男孩女孩的，单着办的。这两面都。两面的是吧？这一个啊，这有种小画应该好。十分春色江南，这都是是不是那当时过去美院的作业呀？你属于北京美院，你看北京画院。书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癸酉年，那是那个叫什么胡开喜。那能查着了，能查了，名气大吗？有名，有名，他现在还是1万呢，现在1万多一平，画虾那70-80是吧？牡丹，凤戏牡丹，公演，也就85年，这都当时那个学生学的画画来了，来，小鹿啊，工艺美，这是作品吗？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，这个也有名，张大光，张大光名气很大的啊。现在是一个国家级的吧，国家级美术师吧，是本人画的，是本人画的，全都是本人画的，这些都没假。邀月图发给我，等于那啥，等于对牛弹琴。你不玩画不懂的。还有辆破烂大象呢，玩了有没有用呢？玩了都老的呢，这扣子这都是老的，这有用啊。这个烟袋锅子有啥用啊？墩子儿，这种没有多老啊。应该没年份吗？有点小年份，也不是年份。现在的。咦，这不赖，这家的年份早。骷髅，这饺子，这不是普通的。小啊，嗯，都实话了，这年代老了，年代久了，哎呦呵，这可是年头深了。这两家还凑合，挺细，青筋。嗯。这过去，官不小呢。嗯。青筋的。这是啥上啊？这是啥官啊？聂台。三品。嗯，三品到四品应该是。哇塞。嗯。官不小的，四品水晶来的，三品聂台，这都是。这个是不是年份早一些呀？这个。妈呀，这再早，它铁器时代都不行了，这铁的呀，这都是官家的。嗯。你看他这么细，这都是官家的。你看他，不管他值不值钱，这都有路费，有级别的。这还挺好。这个小片片是干啥的？你看这是干什么？荷叶。这是。啥呀？荷叶呀？嗯，青铜的呢，长那种黑漆果，黑包浆。这也是银的，是银的吗？是银的吗？是银的。来，应该值。就一个呀？就一个。女士戴的。男士也能戴吧？女士有两个大的全套。那你这年份值。听一下，绝对漂亮，这银质非常好，很白。应该年份，我感觉像您质太好还不好呢，是吗？不是比咱们近，是吗？不是亲，我觉得是，觉得挺白的。多少钱呀？这个41克呢。称一下子呢。嗯。多少钱？1000块。贵。贵呀。那啥也得800，少800我就不卖。咱卡地亚卖。哎，对，卡地亚不就是净是蛇头做标志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是不是从这演变来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啊。哎，那
个也是蛇头啊。哎，那不是秦代，是吧？汉代。宋元。那是啥呀？宋元的。应该起码是宋元的。多少钱这个？八百就八百开上吧。我以后会养一只沙皮狗，但是沙皮狗小啊，我就特别喜欢沙皮狗，养一个沙皮狗，养一个什么？跟我一样满脸皱纹，养一个长得好丑的是吧？好丑的那个。对呀、啊，长得丑啊，我也长得丑还挺好。给他们那个挂脖子上。对呀、啊，我家有一个小黑狗，15年了，养15年了，我它死了，我今天每天都怕它死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狗到15年，它岁数大了，跟我一样老了。这镯子年份好，这镯子好吧？你知道为啥吗？比清代早，比清代早，下线是明代，我认为比明代还早。那是宋元，那就元代差不多，沾点草原文化似的，是吗？它不管它沾啥，你知道吧？这里边肯定含青铜，它出那种包浆，它不是那种全银的包浆，银包浆，你看这银天天买，它这种发黑，发这种干啥？它是实心的工啊，实心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我戴时间长了，它就会裂了。我给你用洗银水清一下。天天有人买我这镯子，我不卖了、这镯子。就我好朋友戴，有朋友他戴不戴呀、好朋友戴。